Comfy UI 太火了，今天我就来带大家使用它的分区绘图功能，创造不可能景象的高清风光壁纸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维度，欢迎订阅关注。我用的这个 Comfy UI 分区绘图的模板，我放到视频说明里，大家用 Comfy UI 的 Load 功能载入即可使用。首先我们选择大模型，例如我用的 Dream Shopper， 这里是画面通用的正负提示词，然后我们设定好画面尺寸，Batch size 是输出数量，我们选择一次画六张。为了分区绘图，还需要分别设置不同区域的提示词。这里上面的两个 node 就是控制画布左边的提示词，下面的两个 node 是控制画布右边的提示词，大家按兴趣修改。不同分区的提示词通过 combine 相连，然后在 K-sampler 里设置好出图参数，再选择好 V 模型。我们还要选择放大模型，生成高清大图。然后点击 Q Prompt， 我们开始跑图吧。图片出来了，我在画布左边画的是石桥山峦，右边则画了风车花园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看看我其他创作的作品吧。我在创作的时候，使画面左边和右边形成强烈的内容反差，生成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风光场景。而且每一张都是 5K 乘 3K 的分辨率，用来做电脑桌面是不是很有创意呢？谢谢大家。